世人都会犯错，所以铅笔的另一头才会有橡皮。如果铅笔还没用完，橡皮已经没有了，说明你已经错过头了。小时候你任性，会有人包容你；长大后你再任性，别人只会远离你。小时候犯错了可以改，长大后你犯的每一个错都会为你的愚蠢去买单。成年人犯错成本太高，纠错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你要三顾而后飞，人三思而后行。